闪亮水晶 ，Hello Hello， 等一下我拿水，去楼下拿水。Hello， 我回来了。特地留在开台呀、啊。终于付出六 v 一步的，公的还是逃跑？那你就要付一只母的一步咯。安安，哎、欸，阿亮，我晚点跟你接一只孟特的蘑菇。突然想要玩孟特蘑菇了，到他的好了。音会太小吗？雨电打完疫苗都是很好。有啊，我今天哦，干，说到今天我真的快气死了。孟特有现货你要吗？我都帮你敷好了哦，好。没有上孟特的蘑菇啊，有就好，有就好，有就好，谢谢谢谢谢谢。因为我那时候是想要玩那个，反正是想玩毒疗嘛，而毒疗跟孟特的，我都想玩。不然就只能打到后面的时候，把我那只蛇尾弄成孟特啊。你在吃晚餐？哎、欸，好啊，你等下跑跟我说。应该不是今天献祭啦，今天哦，继续讲。今天早上几点啊？哦，我都有设一个七点的闹钟起来，然后七点闹钟叫醒我说，哦，七点了，好，又可以回去赖床了。结果七点完之后，八点接到一通电话。我说：“请问是什么什么先生吗？”我说：“对。”哦，那你的地址是什么什么什么？就开始一一解释嘛。解释完之后，哦，那大概中午左右会到。我就说：“哦，好。”那是因为我姐寄了四箱阿 Q 头面上来。然后中午到了，就电话打来了嘛。我说：“啊，不，没有电话，是直接在外面吼说：‘张先生，是的，什么什么先生？’我说：‘来了。’我就这样子。”然后就很累的出来，然后他还说：“哦，你刚睡醒了。”我说：“对。”来帮我签章，然后签完之后回去躺下去，又忘记几点，接到一通电话，他们是什么什么银行，然后就说：“啊，你现在在睡觉吗？”我说：“对。”啊，没有啦，就等一下会寄封简讯给你，那通知你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就说：“哦，好，谢谢。啊”然后就这样子持续到了下午四点。对，四箱阿 Q 头面，超累的，我的天！所以我今天的影片是刚四点才开始剪的，对。然后剪到想说啊，算了，有点晚了，那明天再出好了，明天再出这样子。我很累，我很累啊，累死了。隔壁放火更屌吧？哎、欸。加时间加到69小时了、欸，哎，啊，我觉得没办法持续开台这么久，我是可以就是挂着，但是我没办法，因为你懂吗？总会想要去看些什么东西的啊，懂吗？当然可以把什么音量那些全部关掉嘛，对不对？因为我会想要看迪士尼什么东西的、啊，而且退曲是可以看那个版权的东西。
RYT 没办法，机时小了。未知最好别接，就算没未知的也别接啊，因为他们一知道有这个电话，像那时候小雨说的嘛，就真的是你只要接到一通电话之后，后面就会陆续接到好几通一样的电话。晚餐吃了，晚餐吃了。我要开着直播小睡，坦坦晚安。哎、欸，我跟你讲，我昨天是真的没有看到你在那边打字，因为我直接跟菜渣说不行不行，菜渣我要去睡，哎、欸，我就去躺了。然后是到刚刚睡醒剪完片之后才看到说，原来你有跟我说晚安，然后马上私你说坦坦晚安，有没有很开心啊？就是这个，我就是要等到开台的时候进化它。哇，大地色的斗笠菇，哇，怎么那么好看？想学音速拳。哼，哎、欸，毒疗的斗笠菇要玩什么的、啊？嗯，剧毒是不用了嘛，对不对？我一定有毒挡，毒什么挡？我其实没有说，只是想说。我洗完你们应该还在，又来的啊？不是想对我说，对啊，你没有讲话啊，是看到讯息才看得到的。哎、欸，真的很好看哎、欸。那我是不是还要缺个替身呢、啊？看一下哦、喔，如果要这样子玩的话，拿看能力，就是把终极吸取改成那个了吧，改成替身。昨晚失眠有点慌，我昨晚也是失眠呢、啊，然后是无聊点开，哎、欸，龟龟有开台，打开。然后就听到什么菜渣那边喊说，哦他妈的王八小鸡鸡什么之类的，就打什么打不过的，然后就在问说什么自爆石怪有没有漂浮特性。我想说啊，你自爆石怪漂浮特性不是那时候开台有在跟我讲吗？我说没有啊，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真的听不下去，因为里面的人一堆不懂宝可梦嘛，然后就是去找龟龟的 DC， 发现说哎、欸、我没有加哎、欸、然后就去点开，然后发现我好像网址坏掉了，因为我就要重开机，我重开机才能点进那个龟龟的网那个 DC， 然后就说我听不下去了，我来了，我来了。你们后面聊得很认真，我不知道说啥，就关麦去。我有看到啊，我想说你，我记得你说你对宝可梦没兴趣啊。安安，阿亮，现在可以换吗？内行的底家，那、啊、就不是，也不是内行啦、啊，就只是最近才开始有在研究宝可梦了，可以哦，好，感谢我顺便练一练。哎、欸，不对不对不对，你那只应该还没有吃那些吧？你随便丢两只，好吧。有一步给你，没好，还是按错，开始，我们去八八，我竟然没看大头菜。
是有问题。我看一下哦。哑巴。我其实也在想说，到底是药的副作用，还是……哦哦哦！我叫屁啊！你忘记看你后院有啥？你可以看 DC 啊，我们 DC 有个那个 Pokemon 有个丁选。精选有那个，有那个后院的那个顺序，你可以去看一下。谢谢阿亮。啊，巨拳螳螂是练什么的？是练攻击速度吗？螳螂练了没？螳螂吃了没？吃的话我就要赔钱。哎、欸，不要吃哦！拜托你不要吃东西哦！你不要吃哦！我应该还没吃吧？哦，还、欸、好险！耶、yeah, ，大致上都完成了。快龙，我应该不会再拿来练了吧？太恐怖了！我打都会死。这只，也不是送头龙呐、啊，就比较可惜啊。阿亮有空吗？我们来那个，再帮我交易一次。哎、欸，不是哎、欸，不是哎、欸，金属魔的。你毒料那只就是蘑菇包子替身蒸汽拳中子炸弹，嘿、欸。好好好，感谢。蒸汽拳是光碟吧？啊，光碟啊，光碟。等我蛋孵完，我又要埋在矿坑里面了。七十二，七十二。给你看我的指尖陀螺出来了吗？恭喜！哇，怎么那么好看？欸，很好看欸。你会想进化它吗？我感觉它不进化比较好看。宝石海晶是练防御的吗？还是特攻的？打在对战的话啦，你会定位在哪里？哦吼！你、欸、干，好好看哦、喔！我是喜欢它中间的宝石的颜色。
沉迷挖矿无法自拔，没办法，我现在沉迷孵蛋，等卷卷耳孵完吧，然后之后孵的就是很随意孵了。下一只应该也是宝石还行啦。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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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因为他在看进化动画。耶、yeah! ！谢谢你。你这只什么时候孵到的、啊？谢啦谢啦，下午哦，新鲜的。它进化颜色没那么好看，不会啊，水蓝色的哎、欸，是吧？等一下哦、喔，海星星，不，宝石海星，暗无图片，我都没有。哦，深蓝色还行啊，欸，我们这边是哪个道馆？哦，幽灵道馆，看一下哦，这只还没有吃。欸，啊，技术高手的那个蘑蘑菇也是攻击速度吗？后院会有两天重复的吗？后院会有前一天的，所以你会有今天跟昨天的。阿亮，攻击速度吗？好像也只是攻击速度了吧。充满。好，哦，没有100就觉得好强迫症哦。第一次孵到色尾绵绵羊，粉红色的，恭喜！恭喜你孵到粉色的绵羊。蘑蘑菇，那个巨钳螳螂也是吧？是吗？巨钳螳螂一样吗？嗯，泡芙应该不用练。不用练啊，应该不用带。哇，这只要练呢、欸！哇，这三只还要练。你是色盲吗？我是。巨钳螳螂有点不一样，来，请说。有要微调吗？那些六 V 色尾宝可梦是天生的还是？要的啊，你看，如果他是写太完美的话，那就是天生啊；如果写说什么训练过的话，那就是吃金冠银冠。
我昨天把蛋清空，又出热一只6V 的母子鸡，可惜没设尾。哇，你好棒哦！安安，早安早安。我在等你巨钱螳螂的配方。速度70，攻击188，所以我先吃满生命。好，生命先吃满，然后速度70，生命吃到满。包包。生命满，用不能用特工普普通通，哇，装饰了，然后速度70，然后剩下是攻击。谢谢阿亮，好了，我可以安心练了。幽灵，然后有点不想打华丽大赛，是因为，小雨说，感觉就是直接用 Switch 拿起来玩会比较好玩，你用这样接荧幕的会有稍微一点延迟。那天看摩卡在打那个，也是都会觉得，哎、欸，感觉他一直没有按到。那最好笑是，只要我被吼掉的话，我就很惨。啊，宝宝大军啊，再确认一下，这只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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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要吃屁哦，因为延迟矿会有一秒半的延迟速度，对啊，所以华丽大赛我就不直播完了啦。不然你们会觉得说，哎、欸，怎么笨，怎么会按不到？我说。没有啊，啊我音根就很烂啊，我音根就很烂啊，就不要嘴我嘛。索尼多应该是拿来练沙丁的吧？战斗啊，复古。孟特斗笠菇，你是蘑菇包子加种子机关枪加音速拳，对，就是重点是种子机关枪这个东西。教主今天先 pass 好了，我有点困，没事啊，反正到下次还有两个礼拜啊，你先睡吧，晚安晚安，晴晰晚安，来大家说晴晰晚安。孟特斗笠菇，蘑菇包子，种子机关枪音速。你借我传在你的 DC 哦。阿亮，嘿嘿，哇，你们好乖哦。子弹拳是一定要，对不对？子弹拳啊，剑舞的话是他本身也会学到嘛，那其他就随便玩的，对不对？那巨钳螳螂是什么东西？剑舞、音速拳、子弹拳，还有什么？
最后一招靠五岩石封锁或吸收全套。要忘记其他招式吗？不要。烦恼种子不要。你再把巨钱堂提起我。继续。成长，忘记。所以说，巨钱螳螂剑舞子弹拳。哇，劈瓦，劈瓦重拳。好好的，好的。主播，这游戏有 bug， 他一直在枪支柱那边自己重开，有头绪吗？你是珍珠版的，你换成珍珠版试试看，还是你啊？现在，他有办法重开记录吗？他有办法让游戏全部从头开始吗？自己解开啊！可以哦，那 HTT 你要不要试试看？要不要重来呀？你是说，你是说不是设为神兽，它会自动重开游戏吗？哦，原来是这样子的，那完蛋了啊！我之后要刷设为裂空座，那是不是？轮到我会一直重开游戏了，完蛋了！我这些辛辛苦苦的设为是不是要先放在别人那边去了？所以你现在刷几次？你应该说你现在重开几次游戏了？才刚吃完晚餐，又有点饿了，这真的是副作用，棒！梦特斗笠菇在第四。巨钱螳螂带金属，
我生命宝珠，应该会带生命宝珠吧？就是牺牲每回合牺牲点血量换来公主币。啊，金属魔是什么？增加钢属性的伤害吗？你现在矿身1567，你是在玩那个吗 ？POE 吗？很会挖哦，暴食副作用，哈哈。哎呦，等一下想出去买点东西吃哎、欸。哦，好希望 HPT 送个什么鸡排到啊我家门口。我、哦、好希望哦。HPT， 哎、欸，还有什么怪会掉金属膜？没了吧？就只有青铜怪吧。等一下，我这边打过了，这个打过了，这个还没。是啊，好，下次一定送。来来来来来，你看，我要你送我的不是游戏片，而是鸡排，是不是？你也可以买你的，我们一起吃。我就不用玩剑盾，然后从头又开始被你那个让你气到。电磁怪是什么？小磁怪吧？电磁怪是那个吧？进化成电极魔兽的那只吧？它不是会掉那个吗？进化它的东西吗？那小磁怪又不太好遇，想说就是像那一次用打王者之阵那样子。哦，对，小磁怪，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等一下再去隔壁说，我又刷到社围啦，阿火，阿火，这游戏社围好简单啊，阿火，欠打。昨天菜渣没开台也是因为他在打对战，他那时候好像连到43吧，43断掉，然后那时候就很崩溃。他都是那种喷住了，然后就被沙暴打死还是什么那种惨状，我觉得这样沙暴队也很强，秒了他啊！他如果撑住的话啊，就是被沙暴打死。欸、有的，大钢蛇、铁亚林也有哦。自三打很久了，就很久啊，所以就跟连锁一样啊，已经打很高了，突然断掉那种失落绝望感啊，所以那时候才会就是去帮他。不然他那边有个观众对宝可梦其实不是很熟，然后在那边乱讲一大堆，应该说比如说迷纯姐好了，他是什么属性，超能跟冰，对不对？那可能他们的印象中迷纯姐应该就是超能力系，然后没有冰系还是什么，对，还要就是去那个维基百科查，可是查到之后时间也好，就是，查的时候要花大概两三分钟查，然后他昨天到38关吧，最后就是又败下来了，边在那边弄丑丑鱼，然后他问我说，没关系，那边该不会有多的丑丑鱼吧？我是有多的丑丑鱼啊，可是我就贴那个，你只要知道今天的那个抽奖号码多少。就可以获得一只丑丑，就可以钓到丑丑鱼。然后昨天他是拿厉害钓竿在那边钓丑丑鱼，然后钓到都是公的嘛，然后一直钓一直钓都是公的。他当要钓到母的时候，都是暴鲤龙，连续五只暴鲤，然后笑死。遇到龙舞梦特暴鲤龙，防御还特高。暴鲤龙梦特是啥？
我每次嘛，前两次都被恰雷姆的闪电拳劈死，所以你看啊、哦，激脑效果绝佳啊，千万不要用啊，会被雷打死的。自信过度，打死加速。你说没打死一只就加速一只这样子，哇，好像很棒呢。加工哦，那是很强哎，种子炸弹。你这是动车？没有啊，他打错了，他可能被那只暴雨龙气到了。欸、那他只要龙舞一次就好了、欸，不是吗？哦，我记得这只好像也把我打死过、欸，哎，都忘记是释放哪一只出来打死。好像放一个沙暴或冰的，然后一次秒，祭司皮带撑住啊，还是？易患宝可梦，重点我跟贵没学十万伏特。对啊，到后面真的是一只角色要学四种不同属性技能。我那时候看了一下泰扎的沙奈朵吧，学了十万伏的暗影球，然后月光之力哦。我还忘记是什么了，反正就四种属性的。那刚才讲说，你有没有考虑编一支系空间队？他说不行啊，他的阵容全都是那个，全都是那个了。哎、欸，都是加速度的。说好吧，好吧。哦、没打到，激闹你不要闹了，精神强念吧，哦好像是哎、欸，反正就四招啊，他昨天最后是死在那个烈咬路杀，孟特烈咬路杀。哎、欸，他这个胸部小小的，我蛮喜，哎、欸，我觉得不是蛮喜欢的，是，干我怎么讲都不对，我觉得蛮不错的啊。你看这个特写，哇，四十等了，我不该带不变之石的，竟然都打这个了，我的天哪、啊！你们耿鬼会学同命吗？这个什么鬼东西啊，好恐怖哦！啊，黑色目光，我想说，昨天就在聊啊，那个什么，那三只香菇不是叫我去抓他们吗？那、啊、现在我都在沉迷于孵蛋，他们是躲在树旁边在看我说，啊，是不是忘记我们了？憋死的锻炼。哎、欸，你的耿鬼会怎么练啊？同命你会带吗？那你选择轨迹。黑色目光应该不用了吧？毕竟有那个了，那个小果蓝翁。哇亏亏啊亏，
真的不用带那个哎、欸，不用带不变之石。天哪、啊，浪费啊，浪费！打两个道馆就升级，带什么不变之石？六，放回包包。你学吧，如果你斗笠姑要七十皮胎，就不会给耿鬼啊。啊，反正学得回来嘛，等等。嗯，还要开算哦，打过了，嗯，打过了。打过了，打过了，打过打过，一、二、三、四、六，好，剩最后一个道馆了，就可以开始孵蛋啦，各位。什么意思？如果要带斗笠姑的话，就不会带给耿鬼。你说给斗笠姑带七十皮带嘛？所以你都是第一回合先睡他，然后再来放屁声，然后再来见我，这样子吗？因为耿鬼诡计蛮需要七十皮带，方便吗？对啊，耿鬼就很薄，我知道啊，这个我知道啊。这才会问啊，大大们的意见。哎、欸，我来这边干嘛？哎、欸，然后往下走。用特斗笠姑不会学替身，就睡对面，然后一直 A。哦，好，懂了。高刚好，知道了。哎、欸，我这边走过啦、啊。好，知道了。是走过了吗？哎、欸。哎、欸，不是，哦，好好，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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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哎、欸，不是，学替身的是毒瘤斗笠姑。好，好，知道了。嗯。记得是啊，想起来了。要下来，不是。我连道馆都打不到，我已经不知道我有多久没有出随意阵。没事啦，看看我，我也是曾经走不出随意阵的人。对吧？随意阵，那边不该叫随意阵，应该叫什么乐园阵之类的，有没有？你那边太随意了吧，随意症。好了，结束了。个头啊！我太自信过度了吧？这一定是我的特性。哈哈。
欸欸，我最简单的那一关那一颗我竟然打不掉，看一下哦、喔、哦、欸，反正自在哭哦、喔，如果中国外我都在随意挣，是啊，谁不是呢？对了，全国图鉴后的奖状真的有纪念的成就感，真的有很有纪念成就感，有吗？我觉得很没有哎、欸，闪一下就没了啊！奖状只能看一眼不是吗？啊，没事啦，那个觉得有就好啊，啊。确认一下，宝可梦补过血了没？好，过了。报告。可能敷到卷卷的后，就可以真的安心连锁了。补一些色维出来，就不会比较痛。暴风雪啊，极光木，像昨天也是，泰扎那时候是在打那个嘛，打对战的时候，就是他又用七十 P 在，那不，他就是怕那个怕主人担心撑住了嘛，不剩一滴血嘛，然后那时候那只身上是带那个带。吃剩的食物，然后吃剩的食物是那个，哎，都会回血嘛。可是那时候就是我也突然忘记说是冰雹先打还是食物先吃。然后我那时候讲反了，因为我记得是冰雹会先打，然后食物才会吃，像这样子。因为我跟他讲说食物会先吃。讲反了，昨天很对不起菜渣啊！啊，喷死你啊！你在等后院皮皮去抓孟特皮皮？你是说纯朴皮皮吗？可是纯朴他也是，反正有好有坏。不是纯有害有坏，我是说跟早王比的话了，因为那时候也蛮喜欢皮皮，就是因为他也很肥很厚啊。啊？干嘛？啊，白痴哦、喔，每次骗我的水哦，干、喔！我已经被骗了三天了，我的天哪、啊！有没有觉得画面很像？看过啊，看看，我只有两只哎。你可以睡觉躲招啊，
咬你。我下次知道了，初雪妖女就是在用嬉闹啊，我懂了。然后每次都被玛丽露打自己打到下场，哎呀，好恐怖哦！小巨安安。我剑盾圣诞没那么多六笔，可以啦，可能就是加快游戏速食化嘛，不都这样子吗？好欸，我靠呀，吓到我忘记他的存在。什么种因素？看一下哦。洞特斗笠菇蘑菇包子机关枪音速拳蘑菇包子机关枪音速拳，最后看我要延时封锁或什么。好，种子机关枪哦，我还有吗？续选五张欸，多少？75100。欸，我没种子机关枪哦。求了。我要求一个，然后我们去看大头菜有没有卖。204的你有捡吗？204是道路哦。204在哪？这里。203。20。那就是没有咯，我去看一下。不要种子机关枪。欸，对的，去看一下我没有捡。在哪里啊？我知道左下角是那个什么军箱，那个是给那个玛丽露的嘛。在哪里啊？你有多吗？多的再给。欸，没有多不用给我，没关系。这里吧。没有欸。
花苑镇路口左侧。没关系，那个亚德，你有多吗？你是多很多吗？有多很多，我再拿、欸，我怕你后面也需要。多的哦。好啊，我等一下跟你要一个。我捡了一个，再跟你要一个，嗯、啊，可以吗？好，你等我一下，因为我真的比较安心的是身上要有第二份，我才会安心。花苑镇路口左边，你放在6B火之机身上啊？你不是给过我了？没问题，好，先跟你要多少？我、哦、之前是5 V， 哦，好啊，我换回来。到5个6吧，我打错了吗？我打4个6吗？我打错了，我刚打什么4个6 4个9吗？还是我打什么88888999，一二三四六七八，我打两个九啊！完了，被发现我很累了。我少一个九，这样就不能长长久久了。嗯，在这。是，梦想，你在哪？梦想，你有梦想吗？梦想在这啊，忘记放了对不对？你是不是忘记放了？没事，我等你。夏西安安，有想我吗？你放错了，没关系。有吃饱睡饱想我吗？等你。你每次哼完就不见了哎、欸，啊，有时候想多跟你聊聊都没办法啊。我知道你的心都在别人那边，只是路过打个招呼而已。啊，谢谢你，还肯愿意点进来看跟我聊天，看一下放火台。我在刷。你是不是跑出去了？原地起飞。谢谢亚德。你也想要一只火之鸡？你问亚德啊。谢谢。你是要孟特的吗？还是普特的？只有五。可惜，你有当初说的。
刚在孵蛋身上剩他不能哦。上次是这有剩的不要短，我没孵这呀。所以种子机关枪在哪？不是这边吗？荒芜小道。哦，这边还是哦。我想养一铺一铺。你一开始。等一下哦，我要跟泡芙聊事情。这里吗？这里我是真的好像没来过呢，是吗？种子机关枪在这吗？欸，我在生小老鼠，干你很勇。啊，怎么是幸运信箱？是吗？不是啊，欸，种子机关枪在哪？这不在洞窟里面。说往花，你飞到花苑镇往下，花苑往下，那就我其实快到了。原来在这里吗？我的天哪！刚回来在做啥？好，种子机关枪。好，去跟泡芙交易一个东西啊。他想要他的
他想要六只伊布，然后进去花园里面玩。我在找需要种子机关枪，才发现我没有它。需要的才发现它不在啊，就那个夏曦打完招呼就不见了。他说他想要六只伊布在那个，在那个哪里，在公园里面捡东西。那东西很早期就可以拿到了，说啊，我怎么会知道我会漏掉那边？我看到宝贝球怎么可能不去捡呢？是不是？好，喝水，看一下放火台。啊，他快突破了4096了啊！嗯哼哼哼。香菜泡芙呢？他网路断掉了，要等他一下、啊。我刚想说花苑镇是那个闹鬼屋的那个，不对，我在想啊，不对不对，那是森林，百代森林。香菜泡芙，你好了没？玩一下 哦，那要玩。我上播先玩。你要让哪只学种子？它网路断掉，不能用。哪一只？斗笠菇啊，孟特斗笠菇，先学好了。哦，这只是孟特吧？干，好恐怖哦！先放进去，宝可梦。好，反正就是剧毒宝珠是普特。但是我还是会怕。来，欸，我看一下，包子机关枪音速拳，包子机关枪音速拳。
OK。欸，我要干嘛？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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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啊！对，大头菜还没看。大头菜啊，本来是想要锁那个啦，那个谁，那个顽皮雷弹射围出来，因为红色变蓝色。可是现在看看时间，剩9:03。话说鬼屋电视只能对话吗？有前置吗？有前置啊！你要去找那个小女孩出来，你要先去一楼，先在二楼有一个女孩的动画，然后再去一楼看。好，开始哦！投资多少？投资。猴子没有价格，小雨没有更新。那这个多少？梦话500块，哇哭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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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磨750块，哦，好惨好惨。我去看一下投资多少，跟小雨说一下，让他更新。1000块，好，小雨说一下。好，蒸蛋喽！好，噩梦。感谢我的耿鬼，你那只如果练太快的话会不听话哦，你要注意一下，因为你那只是从我抓然后送给你的话，它经验是 1.5 倍，所以就算放在身上，它也是升的会比其他你的耿鬼还要快。他已经不听话了，我知道啊，因为你那时候的徽章只会让等级30以下的听话，所以你就是要赶快打道馆，不然就只是真的只能放在身上当吉祥物啦，一直吸趴，一直吸趴。不是太晚说了，是他今天在开台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要打道馆，他才会听话。我没太晚说啦，我在他还没不听话前就有跟他说过了。他可能太嗨过头，只是想到哇，耿鬼好可爱。小福蛋，
小福蛋会带那个吗？小福蛋身上会带那个吗？那个什么混元之石吗？可混元之石只是从小福蛋升到吉利蛋要用的，应该还好吧？等一下哦，等一下哦，我们要不要抓小福蛋嘞？这样我明天皮皮耶，帮我抓蒙特，好啊好啊，没事的没事。皮皮，我那时候也想要练呢、啊。帮我干嘛？我干嘛把皮可西留在这里？你看啊，你看，都已经进化成这样子，为什么要把这几只还留在这边？就是因为还想要练他们呢、啊。幸福蛋跟皮可西，野生小福蛋都有80%吸带，哇！那我们让它变成90%吧。等一下，先把这一批孵出来，我再，不然就是不生了啊。我们直接，喂，感谢莫林在奇怪的时间点送免费却要钱的 CS 的哦，免费但却要钱的 CS 什么意思？就是你这个。以为是免费，结果要收你钱。这样吗？感谢莫林的超级留言，感谢感谢。来了，我们来爆抓小福蛋啊！哦。等一下哦，然后。拔掉，宝宝，SC 不是 CS 啊，听得懂就好、啊。我哪次不讲？我哪次不是讲 CS 的？爸爸爸爸爸，感谢超级留言嘛，我讲就对了嘛。有活动可以免费拿。哎呀，怎么一就遇到了呀？哇，你是不是很想跟我回家？小福蛋都大财不想，但被一堆怪人一球入魂。好了啦，我只是要你身上的酷东西，我就会放你走了，好吗？我只是想要那个酷东西啊！啊，东西拿完就放你走了，啊，你乖，你乖，不会恐怖，不会恐怖。啊，一点也不恐怖啊！啊，宝可梦。看看哦，悠环 ，Hello Hello， 有喂、欸。小雨说那时候直接放生的话，混元之石会回到身上。宝宝来看一下，贵重物品。哎、欸，没有啊，
文员支持，文员支持，文员支持。小雨应该不会骗我吧？一个，我们再放生一只看看好不好？一个，好，有空再放生第二只。哦，两个哦、欸，真的不用一个一个丢哎、欸，谢谢小雨。哎呦花，上线换裤子咯，不是裤哎、欸。好。对。家人拿了一个快过去。那我可能先努力跑，我们去吃馒头啊！啊，馒头时间又过了，靠药哭啊！因为现在吃馒头给的火很快，就是每个装速的35分到45分，雨林豆的那个阿妈的馒头可以。是哎、如果小福蛋是公的话，它中间那一个应该就对吧？应该是吧。还有阿嬤的包包哦，对啊，我每次以为是谁要跟我包包点下去就突然怎么起身走到阿嬤的身边一个包包。所以小福蛋系列，就吉利蛋系列都母的啊！你想想看，如果中间那个是，不，如果它是公的，中间那应该就不是蛋的哦、喔，不对，应该就有火之机会从里面喷出来，可以吧？这样讲可以吧？哦，这混元之石几率很高，很棒，天恩。天恩，自然回复。那时候也不知道谁讲说什么抓梦特连锁就会断，那我说不会啊，我上次连续抓两个梦特还没有断掉过啊。忘记是看谁的台了，手表要不要切十次看连锁几？哎，刷手表，我好多号码都不知道去哪里拿、欸。啊，没了！我明明都有乖乖的放生啊，我明明都有乖乖的放生呢。你们要看吗？好啦，再遇一次。如果这个
这个还是小孵蛋的话啊，那我们就继续玩，没有的话我们就去孵蛋咯。你要啥功能？它有啥功能？我记得它很多码表还是什么的，是吗？应该说我还缺啥功能这样吧。这样说才对吧啊。好，宝可梦生蛋生蛋。哎呦，我还缺很多欸，我缺。你看一。有看到吗？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我十四到二十就只有一个十七而已。你看啊，看十四十五十六，十四十五十六，十八十九都没有。那个熟了，这个熟了，蜜奇果。家珍，家珍真的超像人名的哎、欸。来，就刘梅吧，刘梅就种在这边啦。你宝可公司去过了？有啊。帮我再去一次啊！我没有质疑啦，你只差十八十九。因为那时候看到菜渣的表超多的，我就觉得哇，原来还有这么多功能呢、喔！我以为还没装进来什么之类的，什么后续陆续开放啊之类的东西。每个人都找吗？还是找那个老板就好了？这个啊，没啦。没有啦，不小心的啦，没有问啦。对啊，没有啊。有日历功能吗？日历功能第几？反正就是十，不对，多少？十四、十五、十六、十八、十九没有啊？应该是没日历功能的吗？看到了。No no， 日历要在滨海市的一个研究生啊，滨海市，你家吧，好像要给他看他要的宠物性格，就会送。哦，
我好像忘了这件事欸，记得有一个我只记得有一个人请我给他看什么东西的啊，我就一直忘记拿给他看。他吧，你要什么性格啊？你，你跟我结婚。哪里呀？好像要三次，在宝可梦中心吗？嗨，不是。哦，所以是那个房子的旁边那栋啊。哇，我已经跟那个人妻，应该是人妻吧，聊了已经两个礼拜了欸，我完全没有进去这间屋子过。需要攀爬的地方。哦，这里哦，那完了，完全没来过欸。我没有固执爽朗最多。嗨，想看看认真性格的宝可梦，我也很认真啊。啊，你不早讲，我那时候放生一大堆虎虎。宝可梦，有自己抓的，移动。好喂，谢谢，谢谢这只未知图腾，我是泡芙抓的欸，谢谢泡芙抓的未知图腾。给他看天真，是拿色相画，你还要吗？天真，我很天真啊，我不算吗？我觉得我很天真啊，你看，天真的被骗，天真，性，天真。啊！怎么又是未知图腾？哦，你好棒哦，未知图腾哦，又是泡芙给的未知图腾呢。啊，再一个，你要什么？浮躁啊！我也很浮躁哎，我现在火气有点大哎。浮躁。急躁啊！这次未知图腾没有了。阿亮，给大家看啊！这是阿亮的。谢谢，这应该就是14、15、16了吧？那剩下就不知道怎么来了吧？聊天室观众也很浮躁，哪有很浮躁？哦，你是说这只吗？哎，白痴，我刚给他就好了哈，我干嘛换？我的天哪！
厨房计时器好像要伙伴公园给一个女子汉卡比，卡比兽吗？还是小卡比？小卡比我没了哎、欸。伙伴公园给一个女子看卡比，哇，小鸭嘴宝宝可不可以进来？啊，不是，啊是，鸭嘴宝宝，你可以吗？鸭嘴宝宝。宠物公园这里吗？哦，玫瑰公园哦。我刚讲宠物公园吗？伙伴公园呢？啊，在讲什么？在想啥子啊？玫瑰公寓，看以前的攻略哦。有啊，那时候有在看。想说不是还有一个那个顽皮蛋的计时器吗？还是什么的？卡比兽是你吗？你感觉就很想看卡比兽啊？还是你？嗯。还是你？还是你？公园地区？不是哦，卡比兽在哪？来，大家来找茬。到了。练到要死，我还练到65等。你吗？没有哎、欸，都没有哎、欸。还是你？变色器一样找那女的，拿背影给她看。那个、哦，你说那说要看风原的吗？啊？背影龙，背影龙好像是那时候跟阿亮摸过而已，好像身上没。好。变，外面下层会藏，这个哦，谢谢谢谢谢谢你，谢谢谢谢。唯独漏掉那个 NPC 没说话，眼睛就比较大嘛。我眼中就只有你们，没有他，好吗？只要他不是绑马尾的，他如果是绑马尾的话，我就爱了啊！你看，怎么可能会错过绑马尾的嘞？对不对？他刚背对这边，我以为这边是花盆。那变异龙是要哪一个？我有吗？人均的大军，变影龙，我记得是没有。没有了，这边是色色区了。没有，我们去抓变影龙吧。哦，抓变影龙。神圣地图不是不是圣，宝可梦图鉴。变影龙
是第三代的吗？开始看。手表契合度功能应该拿不到，限定2007，它是珍珠的，对吧？它钻石的，哇！有人要借我吗？有人要借我吗？八来，好泡芙来。你现在白人，你不是你现在能交易了吗？手表剩下四个功能都是限定时间拿的，比如说什么几点几点这样子拿的吗？不是泡芙，你现在能交易了吗？因为稍早你的问题就是跟我前几天一样啊。我前几天也是不能跟人家，欸，我记得我那时候有大量，我靠，要是十八等啊，28282828，是有吧？二，啊，怎么23？啊，28嘞？21。哦？铃铛响，赞哦！欸，还是不行，好吧。那个少云啊，少云，你成功的获得跟我交易过一次的功能，那两次我要还你。来，少云小朋友，来，我们去88交易，你。我以为那时候变影龙的功能是跟突突拳很像，就突突拳不是可以解下人家的技能吗？然后变色龙应该也是一样的东西，就好像他的梦特是他用什么技能，就算说是那个不是属性加成 1.5。你看，上面的五只是留给你的，也不是五只啊，我帮我晚点再升给你好不好？你现在可以放弃生小老鼠，先生五颗伊布的蛋出来，然后再把老鼠放回去，懂吗？那个泡芙。你现在先放下你那一批老鼠，然后你先去接生五颗蛋出来或六颗蛋，然后再一次孵也可以，棒不棒啊？然后就刚好被你升到色尾了哦，完美。那少云这边等我一下哦，少云等我。哎，变影龙是谁要你吗？哦，真的哎，就是他。你还没拿到色尾的那个机器，几率应该是很难吧？对啊，所以你就按不对，这就是色尾吗？
我是从色色里面拿的哦。耶、yeah, ，谢谢。现在玩一玩到嘴巴张好开哦、喔，好了，上勇好了。你是说闪耀护符哦？你没拿到闪耀护符的话，如果你不是跟异国语言单身的话，也是几率很低啊。又搞这么久，一颗蛋还没生出来，笑死！旧蛋。谢谢。好了，去干正事了。生蛋，生蛋！明天再来索孟特。哇！送你个礼物看一下啊！你懂的，你开始在打了哦！哇，那个200点呢？所以后面真的都50/50再送吗？所以我要先突破40连胜，是不是？49连胜。哇，你送的礼物真的太特别了哎、欸！天哪、啊！天哪、啊，你真的要给我的蚊香蛙用吗？哎呦，你出来了！那我知道应该送你什么。我刚刚不是叫你好好在里面待着等我，你居然还跑出去给我放礼物。哇，会被你们宠坏！我最喜欢被宠的感觉了。
快点，我也想当小宝宝。不是泡芙，你的意思是叫我敷肤色维给你吗？你看我敷了几天，而且伊布的蛋走路的步数超级久的、欸。哎、欸，不对啊，那个星空流星还在聊天室吗？上次借完伊布梦特之后，人就不见了，还是他有出现？我忘记了、欸。他是比较少打字啊，我记得那个星空流星借完梦特去敷，就没有下文。哎，没有动。怎么可能要我敷给你？我想说，你跟我讲说那个什么，你没有色维的那个机器，应该更难吧？我想说，啊，所以你的意思是叫我敷一只色维给你吗？我自己都还没用了，给你干嘛？所以你就只是要普通的一步进去里面走路这样子。我是那个恶魔的人吗？你是那个恶魔的人？什么恶魔的人？你没有啊？可是只要踩到你的雷点，你也会变成恶魔啊，不是吗？不要说樱花儿、樱花宝的不好啊，是不是？欸、那个谁最最猴子那个射气球的又多了一只新的东西了，就是紫色能力的那个海盗船。然后我发现我那个海盗船太常用了，我就直接解锁升级了。哇，对战塔，我想光是打10层就要半小时以上了吧？
所以真的是开台如果打对战塔的话，真的要连胜，我不知道开个三小时以上。打一局，来回来回这样子，如果五分钟的话，很久呢。有人在连锁或是怎样的吗？我们要不要来挖矿啊？很久没挖了，刚好我又很缺矿，我们要不要来挖一些啊？我们挖到十点，等那一次地鼠结束后就关台。有吗？有没有挖矿？没的话，对战塔，嗯，还有谁？没有啊，至少要有四个以上吧。我三个那边挤挖心酸的，在孵蛋，孵蛋没差，孵蛋还是可以挖矿啊。孵蛋反正你就是在地底里面一直跑，一直撞啊。那我们去扒吧。说吸手表好友友好度检测器吗？你是说戳下去会有爱心出来的那个吗？就是有说会跳起来，然后什么小爱心、大爱心跟两个大爱心那个吗？挖到十点，不是啊，意思就是我们挖完，我们就挖这一次的地鼠的，那我们就关台，今天没有什么体力了欸。哪里挖矿啊？一样啊，黑金市啊，啊密码88啊，啊，等一下哦，我先整理一下，对啊，那个我有了。我刚刚是不是连看个体值都没有就丢进来了？我等一下挖矿挖到一半跑一半的，噔噔噔噔，蛋突然有反应了，就看完进化动画，蒸蛋动画生完都游戏那个 bonus 都结束了，走起，走走走走走。孵着孵着两只色尾，你一颗蛋对吧？你一趟孵两只色尾哦，这么棒哦，恭喜啊！你是分什么东西啊？两只色尾，臭臭你！结果我过去发现怎么只有我一个人，你们八个人在那边挖，我一个人在那边挖，还没闪那就运气啊。大蛇背好好，能力好的大蛇背吗？
你是能力已经调好了吗？还是跟我那个虎虎一样很悲惨？就是，还在调整的过程，出色位。哎呀，还对，不要打等于等于哦。我们那个比较凶的扳手没有出现，哎、欸，攻击没 V， 哇，没事啦，练到100吃银冠吧。那个计数器呢，跟计步器一样，但长得很像。有那个是要点的，对不对？那个我有，就是你要手动去点嘛。后来我发现计数器也不错，就是记录你有几个，你敷第几次色尾了。可是当你切换掉的时候，那个计时器就没有了，计数器就没有了。应该没有复制人大战了吧？等卷卷耳吧，卷卷耳生完之后比较闲了，就常常来看 AY 挖矿台啊。我感受到复制人了、欸。哇，这间太猛了吧！回家，哔哔。所以你是5B刚好没攻击，那就吃银冠吧。哎、欸，那也很棒啊！你两只大蛇贝，你看一个金的贝壳跟一个蓝色贝壳，你一次拥有。哎、欸，哭啊！啊，我怎么这边啊都在我家？这版本本身没有属性表，以前手表怎样？前有手表程式，不知道欸，感觉这版手表我那时候去查少了蛮多的欸。阿奈朵什么性格？胆小或内敛呢？看你喜欢速度快一点还是打人痛一点。那有模拟时钟功能吗？有啊，就是电子表的吗？电子表的话有。啊，时钟吗？我等一下看一下好不好？我现在没办法回答你。像时钟有刻度的，有，那有，那有，那有。我们多久没一起挖矿了、啊？有没有一个礼拜以上？超过吧。从一周目结束后就没有一起挖过矿了。四个，啊，猛火猴，小火龙哎，好可爱哦、喔。
狗嘴，有狗嘴，两个点，四个。我刚刚算预言成功吗？还是我可以用后置的，把我说的猛火猴，然后捡到这边来。多查属性的功能是什么？招式伤害效果还是？我等一下给你看一下。你是说我吗？不是我吧？是那个枪兵吧？文档，给你看啊！啊，对对对，啊，去地堡才能看。哎，那我先走喽，我们。付出卷卷耳再来地下玩吧。来，给你看手表有什么功能。手表就这个嘛，这个是一，然后再來是这个计算机，然后这个是可以画画写东西的，然后这个就是计步器，那这个是查看队伍的状态，那这是亲密度的啊。哎，很好啊。然后这个是寻宝器，那这培育的、捕获的，然后就这个啊，这就是技术。然后你刚刚讲的时钟的这个。那这个是找宝可梦的，我到现在还没用这个功能啊。那这是正反面，那刚拿到的阅历，安安，那这是什么啊？要干嘛的啊？画画的吧，啊，是不是刚刚那个变影龙的那个东西？啊，这是干嘛的？啊，俄罗斯轮盘吗？像素化不是跟月历同一个哦，这是俄罗斯轮盘用的吧？好，那哦，这码表对不对？卡比兽，啊，这才是哦。哦，看一下哦，然后蓝色好了，翡色珍珠音调。哦，谢谢，丰富多了。啊，这怎么擦掉啦？怎么擦掉？没办法救，对不对？哇，我知道他就是深色再画过一次，就是素果检测。素果检测
大家就靠这个了吧。增色再点一次很麻烦欸。啊，等摩卡来我家好了，不要帮我点掉。啊，这可以触控吧？触控应该简单多了啊。我等触控，我等触控。好啦，那就这样啦，应该就到这边了。感谢各位。应该是缺快速选看他其他号码的那个。哎、欸，我应该没有那个。繁星晚安，疾风晚安，嘉珍。辛苦啦，不会，就这样啦。看看有谁开台啊？啊！放回来再刷。看一下哦。哎、欸，今天好多人开台哦。小雪关了，那还有。那我们去辉达台好吧，我们去鸡腿的台，来，这是鸡腿的台啊，他还玩波地冒险啊，招式检测器，我的意思是快速切换的时候看右上角的号码是不是连贯的，哦，这个我有啊，就这个啊，啊，不，这个好丑。右上角有数字啊，可是这样子的话就看不到了、啊，不知道它都不能显示在右上角这样子。好啦，感谢各位，大家晚安喽，辛苦大家啦。